谢皇太后。跪下。爹，刚才翁师傅、李师傅跑来奏报，说这洪德殿御书房已经闹得不成样子，简直连茶楼酒馆都不如。起先我还真不相信。回母后，正好。 六爷到我钟粹宫来商议要事，我就邀他一道过来看看。这一看，皇上，儿臣在。你让母后说什么好呢？回母后，儿臣惶恐。不过，荣丫头，女儿在。你说说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回母后。 女儿当了舒淇啊。那这两个女孩是谁呢？回母后，她是甘娘的上房妈妈，她是住在长春宫的甄姑娘。长春宫的上房妈妈，跟住在长春宫的甄姑娘，到这洪德殿御书房来干什么呀？ 回东宫皇太后，奴婢是奉了西宫皇太后的遗旨，专门伺候甄姑娘的。本宫问的不是这个。回东宫皇太后，奴婢所回的话还没说完呢。那你就长话短说，本宫没时间听你啰嗦。是，是甄姑娘叫我带她上这儿来的。甄姑娘。 谁在？奴婢在。你在哪一旗？回皇太后，奴婢在正房旗。姓什么？回皇太后，奴婢姓富察氏。哦，那你是孝贤纯皇后娘家的后人了。回皇太后。 忠永公傅恒是奴婢的高祖，大将军福康昂是奴婢的曾祖父。那你爹是谁呀？回皇太后，奴婢的父亲奉秀，这会儿在当刑部江西司主事。启科，谢皇太后。一名小小的刑部主事的女儿。 怎么能住进宫里来呢？回皇太后，刑部主事凤秀的女儿甄姑娘住进长春宫，正是奴才的推荐。向谁推荐？奴才是向西宫皇太后推荐。推荐她进宫来干什么？对，回皇太后。 这您还不知道，这位甄姑娘长得别提多美了，在京师还有天下第一美人的美名呢。哦，那么西宫皇太后接这位甄姑娘进宫是没给谁看呢？这奴才就不知道了。汪早乐，奴才在。 是不是西宫皇太后让你物色美女进宫来引诱皇上的？这回皇太后，这西宫皇太后倒是没有指名那么说，这只不过，据奴才的猜测，这西宫皇太后，这也许。 有这么一点点意思，那么一点点意思。回东宫皇太后，没内话，没内话。哎呦，汪大人，你怎么可以瞎说八道呢？你怎么可以说是西宫皇太后要甄姑娘住进宫来迷惑皇上呢？这上房妈妈，这下官刚才是回明了东宫皇太后的。 这下官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呀、啊！猜测，你怎么可以胡乱的猜测呢？汪大人，
难道你就不知道祸从口出，万一出了什么大乱子？王大人，西宫皇太后她能够饶得了你吗？下官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这下下官可怎么办？下官可怎么办呢？这几个谢皇太后，长春宫的上房妈妈，奴婢在。汪藻乐他大小也是名吏部侍郎，洪德殿行走，侍读学士。你不过是个打杂的上房妈妈，你凭什么当着本宫的面前辱骂朝廷命官，说什么胡乱猜测？回皇太后，奴婢知罪，奴婢惶恐。你知罪？哼，本宫也不能饶了你。来人呐！张。掌嘴！皇太后饶命！皇太后饶命啊！皇太后饶命！上房妈妈，奴婢在。这会儿你还说这西宫皇太后不是特意的接这位甄姑娘进宫来迷惑皇上？回皇太后，这西宫皇太后她又没有明说，奴婢实在是不敢应承啊。玉子，奴婢在。田儿，奴婢在。把这名甄姑娘带回钟粹宫客，暂且关起来。是。然后叫她的爹娘把她领回家客。奴婢遵旨。皇上，皇上，我不要到钟粹宫客，我不要叫我凤把我领回家客。走吧，甄儿，皇太后遗旨已定。这档子事还能由得了你吗？皇上，皇上，带下客。皇上，回母后。皇上，你没听见玉子刚说过吗？本宫遗旨已下。可是母后，这……皇上，这甄姑娘非法入宫，又闯进洪德殿御书房来引诱皇上，耽误皇上念书。你说本宫能不把他逐出宫客吗？回母后，这都是儿臣亲口答应过他，说他可以到洪德殿御书房的。长春宫的上房妈妈，奴婢在。这会儿你可以回长春宫客，把这边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主子。洪师傅，奴才在。李师傅，奴才在。你们可以继续讲述，别再耽误皇上的功课了。奴才遵旨。六爷，臣在。咱们没事儿，回去吧。好，儿臣恭送母后。恭送皇太后。太后，太后。在臣。是。下课以后，你马上到府邸来见我。是。恭送皇爷。坐下。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者。小妹，咱们走。什么？咱们到哪去了？小妹，咱们见亲奶奶客。
坐下。君子不重则不威。完了，我这下什么都不完了。这下我回客，我爹一定要把我皮都给扒了。倩儿，姨奶奶，这回姨奶奶给你许的这门亲事，想不到会有那么大的风波。回姨奶奶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好在你那公公已经答应了我，尽快的想办法到长春宫去把那个上房妈妈撵出宫去。就怕公王爷可以撵走上房妈妈的人，可是撵不走他们两颗心呐。多福晋，您说这话我就不懂了。墩儿妈妈，啊，你有什么事儿不懂了？只要王爷把他撵出宫去。程大爷瞧不见他不就结了吗？还管他两颗心干嘛呢？可是胖墩妈妈，心是可以带着人走的呀。倩姑娘，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胖墩妈妈，你连这个都不懂啊？只要程大人心里只有他，那个女的心里只有程大爷，哪怕他们是隔着千重山万重水，照旧是没有用的。隔了一天，他们还会聚在一块儿。倩儿，要是，也许我说这些话是有点过分了点儿。不，倩儿，这会儿表婶心里满心的负疚，太对不起你了。表婶，哎，我真想不透。咱们家的陈大爷相貌堂堂的，一表人才，怎么会喜欢上那个不正经的有夫之妇呢？也许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吧，青菜萝卜各人各爱。不行，我就不容许陈儿去爱一个有夫之妇。倩儿，说实在，陈儿这个孩子，他的脾胃性情，就我这个做娘的最清楚了。只因为他小时候，他爹把他管得太紧，府里的丫头老妈子，老远的一看到他就远远的避开他，就怕害得陈儿被他们挨打挨骂，甚至害得他们撵出宫去。哎，这话确实是实情。记得荣丫头的奶妈子王妈妈，胖得像条猪似的，就是因为撞上了陈大爷，一时呢闪避不及，只好给他请了个安，就是为了这么点小事啊，传到咱们家王爷的耳朵里去了，王爷立时三刻就把王妈妈给撵出宫去了。嗯，这就是王爷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自个儿事事好强，事事要好，对自己的儿子交往过正。倩儿，只要你明白这一层，那就好了。陈儿实在是因为给他爹管得太紧了，一旦遇上那女的不顾廉耻那么一挑逗，难免把持不住的。姐姐这话说得对极了，陈大爷对那个女的还不是那回事儿，说是真心上喜欢那个女的话，那才是没人肯相信这话呢。说来说去呀，还是我说那话说对了。墩儿妈妈，嗯，你又是哪句话说对了？只要把那女的撵出宫去，什么事儿不就没了吗？可是那个女的不是说已经无家可归了吗？对呀，上回她在我的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她说再也不会跟她那个不成才的混混丈夫了。太皇太后，您老人家上了她的当了。啊，胖墩妈妈，你怎么说太皇太后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她说，她的丈夫不要她了。哎呀，那全是她的谎话呀。穆公公，您忘了，她的丈夫为了找她的下落，她连王法她都不怕呀。在三星楼，纠众围攻皇上，还把程大爷给架走了。她那么急着找她回去，她会不要她的丈夫啊？嗯，胖墩儿妈妈，这些话倒有几分道理。回太皇太后，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倒有一个办法，只要叫王爷不要跟西宫打交道，自然而然的能把那个给他撵出宫客呀。胖墩妈妈，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呀，赶紧把她丈夫找到啊，叫她丈夫进一趟宫，把那个女的给领出宫客呀。哎，对，咱们把她丈夫给找到，帮了她上西宫太后那儿要上房妈妈。哎，有道理有道理，这可真是有道理呀。有道理呀，这会儿我马上去找展红客。怕就怕经过上回打架嫁人那回事儿，那个展红早就不知道逃到哪去了呀。勤走动，多服了嘴唇皮，苍天哪不服我这个苦人心呢，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找到啊。小木子，奴才在。你传谕王庆奇跟英汉，帮忙胖墩妈妈去找展红。奴才遵旨。胖墩妈妈，这会儿我们就去找王大人、英大人客。好啊，这就去。奴才告退。这一找可能会见效，至少嘛，不要让皇上再到西宫去穷啰嗦要人了。嗯，但愿如此。皇上驾到。这俩孩子该不是故意逃学到我这儿来的吧？亲奶奶，太皇太后吉祥。亲奶奶吉祥。起科。谢亲奶奶。皇上吉祥。起科。谢皇上。亲奶奶，刚才我爹上御书房去过了。你爹，荣丫头，你爹上洪德殿御书房干嘛呀？六婶，六叔是跟我母后一道去的。哦，原来他们叔嫂两个一块儿去查书房去了。是的。回亲奶奶，母后跟我爹一道去查书房，结果把真儿给抓走了。什么？把真儿抓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真儿是谁呀？回姨奶奶，真儿是刑部主事凤秀的女儿。凤秀的女儿真儿？凤秀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那一定是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甄姑娘吧。哦，天下第一美人甄姑娘。回母后，凤秀姓富察氏，是高宗成皇帝那富察皇后的后人。那这么说，他们家是正黄旗世袭罔替的遗亲了。是的，母后。世袭罔替的遗亲，东宫太后怎么能把他给抓起来？回亲奶奶，事情是这样的，顺儿的皇额娘听说有一位美人，就特地派人去把她接进宫来住一阵。昨儿个顺儿跟她闲聊天，是顺儿不该脱口而出说她可以到御书房，进了个
他偏偏就去了。结果正好你母后跟你六叔去查书房，让你母后看见，就把他给带走了，对不对呀？是的，亲奶奶，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亲奶奶，母后这就叫人叫珍儿的父母把珍儿带回家可？大姐，我看这事儿这样办不太妥当嘛。大妹子，你的意思是，一来嘛，天子无戏言，再说皇上说过他可以进书房的；二来嘛，甄姑娘她爹虽然是个主事，可是他家有世系罔替的宠奉，也算是八大义亲之一。八大义亲家的姑娘要是就这么被撵出宫客的话，在面子上多不好看嘛。嗯，大妹子，你的话有道理。亲奶奶，我看珍儿被拖走的时候哭得好伤心，顺儿怕她一时想不开会寻短见，那岂不是顺儿害她吗？寻短见？皇上，你是说怕她会寻短见呢？嗯，回亲奶奶，皇上就怕她会寻短见啊。回亲奶奶，您能不能请康妈妈去跟顺儿的母后说去情，赶快把珍儿给放了，交给顺儿的黄额娘，再请顺儿的黄额娘派人把她送回家客，那不就没事了吗？大姐，我看这件事儿干脆这样吧，叫康妈妈到一趟钟粹宫，就说您也想瞧瞧这个姑娘，要是她想回家的话，就找人把她送回去，要不然嘛，干脆就让他在慈宁宫住一阵子。嗯，依你看，皇上，要不要这位甄姑娘到我这慈宁宫来住上一阵子？亲奶奶，您能把甄姑娘留下来住一阵子，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康妈妈，奴婢在。你就巴结巴结皇上，跑一趟钟粹宫吧。奴婢遵旨。亲奶奶，你。亲奶奶，亲奶奶。又是什么事啊，荣丫头？亲奶奶，又是什么上房妈妈的，她也上咱们的御书房来了。哦，那你爹有没有把她拿下，撵出宫去？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因为爹来不及开口，母后就叫他不妨先回长春宫客，然后，再把御书房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干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姐，我看东宫皇太后当时可能一定是正在气头上。气头上，气头上，这么一来，不知道又要惹出多少是非来了。太后吉祥。不见吉祥。启开。谢皇太后。小安子。奴才在。怎么样，今儿的生意买卖还不错吧？哎，主子您圣明，真多亏主子您挖空心思想出这个巧宗啊。才两三天的功夫，您猜怎么着，没动用朝廷分文，修园子的银子十成已经筹了两三成了。小安子，奴才在。有道是银钱过手三分自肥，这趟生意买卖你们又发了一笔横财了吧？回主子，没那话，没那话，奴才们没那么大胆子。小安子，奴才在。
你就别假撇心了。要知道，若要我不知，除非你莫为呀。嘿嘿，那主子您圣明，主子您圣明。宝云，奴太太。你接头的那个广东商民李光照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回皇太后，这广东商民李光照的确是我们大清朝最好最好的百姓啊。哦，你倒说说看，他怎么个好法？他听说皇太后又修建圆明园，他愿意孝敬皇太后一笔很大的银子。哦，是多少？他有没有开出个价目来呀？回皇太后，这大的是难以估计了。哦，难以估计，那是几千两了。要大些，要大些。要大些，那是几万两。还要大些，还要大。还要大些，难不成是几十万两？回皇太后，您再高升一点，再高升一点。还要高升一点？难道说这李光照要独资修复这圆明园的60万两银子？回皇太后，虽然没有那么多，可是他跟奴才说呀，他愿意独立支持修建圆明园所需要的木料。哦，原来是个捐木头的。回皇太后，你可别小看了这个捐木头的。你要知道，修复圆明园所费的各项工料，这木头可是最大的一种啊。哦，荣禄，你倒说说看，需要的这些木头大概是多少银子啊？回皇太后，最低限度要20万两。20万两？这李光照一捐就是20万两。嘿嘿，回皇太后，奴才找的这个人手笔不可谓不大，孝敬不可谓不成吧。嗯，了不起，了不起，这个李光照可真是了不起，对本宫的孝心也是心诚意坚。宝云，奴才在。你倒说说看，他想捐个几品官呢？回皇太后，他不想捐官。不想捐官？哦，那他是想补个实缺了。你倒说说看，他想哪一处的肥缺呀？他也不想补缺。一不想捐官，二不想补缺，他一捐就是20万两，他图些什么呢？回皇太后，他只要皇太后颁布一旨，踊跃书签，采集修建圆明园的木料一纸奖状。一纸奖状？他捐20万两银子就是为了一纸奖状？一点都不错，只为了这一纸奖状。嗯，准了。谢皇太后。荣禄，咱们这大清朝还真有这种好人呢。当然当然，您皇太后四海所归心，德望三极，遍及四海，只要您做什么，这天下的臣民无不争先恐后为您效命疏财呀。嗯，小安子。奴才在。本宫要修复圆明园，连宝云都这么卖力，你呢？这回主子，
说来惭愧，奴才找来找去，只找了一个主，说请皇太后帮忙，升他为江宁布政使，督办江北粮台。他捐3万两银子修建圆明园。哦，3万两银子就想督办江北粮台，还要升任江宁布政使？哼！你告诉他，叫他少做这个白日梦。哎呀，无糖啊，无糖。可不是我不帮你忙啊，小安子。这儿，你刚才说他叫吴什么来着？哎呀，甭提了，那个做白日梦的，他叫吴桃。大姐，小安子说的那个人就是咱们的恩公吴桃啊。小安子，奴才在。他可曾当过清河县的知县？回主子的话，他在咸丰元年当过一任清河县的知县。这么说，他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吴棠了。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在咸丰元年的时候，咱们福陵北上，吴知县雪中送炭，送了咱们200两银子做赋仪。宝云，吴太太。就烦你保举他为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吧。奴才遵旨。回主子的话，哎，那吴棠孝敬那3万两银子，小安子，奴才在。你要是敢收吴棠1两银子，小心你的命。奴才不敢，奴才斗胆也不敢。皇太后。皇太后，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上房妈妈，什么事儿？又是什么事儿了？皇太后，东宫他一口咬定甄姑娘迷惑皇上，硬把甄姑娘给拖到东翠宫去了。好啊，东宫，你索性跑起我的底儿来了。皇太后，皇太后，您得赶紧去救甄姑娘啊！再迟一步，东宫就把他撵出宫去了。嗯，你们都跟我走。你往哪去？上钟粹宫去救甄儿。谁要是敢夺走我的甄儿，我就跟谁翻脸。不行，你得马上把甄儿给我交出来。妹子，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太皇太后派康妈妈上我这儿来，已经把甄儿给接走了。接走了？接到哪儿去了？为慈禧皇太后，当然是慈宁宫了。六爷，你跟东宫串通起来骗我啊！为慈禧皇太后，本爵向以幸臣待人，为天下人所共知，这一辈子没有说过谎，骗过谁。六爷，这会儿你可是马前失蹄，露出破绽。太皇太后根本就不知道我那儿有个甄儿，怎么会带回慈宁宫的呢？妹子，既然我跟六爷说的话你都不信，那只有你自个儿跑趟慈宁宫看看甄儿是不是在那儿
这不就了结了吗？六爷，东宫，你们别抬出太皇太后出来，来吓唬我。妹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话？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谁要是夺走我的贞儿，我就跟谁翻脸。回西宫皇太后，您这说这个话，事情就好办了。这会儿贞儿确实是在太皇太后那儿，您要翻脸，您就去跟太皇太后翻脸好了。玉子，你以为我不敢？您敢，您敢啊！您是西宫皇太后，又有什么事情能让您不敢的呢？好，那我们就去见太皇太后可。你，我劝你放下，皇太后吉祥，请啊，谢太皇太后。这位就是我的胞妹多罗郡王福晋。多罗郡王福晋吉祥。天公应请起，谢多罗郡王福晋。老妹子，大姐，你瞧这个孩子的模样，这还有话说吗？皇上，孙儿在。这就是你十万火急的跑了来，苦苦哀求你亲奶奶，让你亲奶奶派人找了来的甄姑娘啊。是的，亲奶奶。亲奶奶，还有我呢。刚才我是跟皇上一道跑来，求求您救救她的。荣丫头，你没有用。亲奶奶，为什么我不算呢？应该让着贞儿多多念着你皇上哥哥的好处，光念着你的好处那是没有用的。亲奶奶，为什么他光念着我的好处就没用呢？荣丫头，荣丫头，我说荣丫头，你今儿个是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啊？亲奶奶，我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谁让您一见到贞儿就眉开眼笑的，还话里有话呢。瞧瞧这个荣丫头，她一眼呢就看见您呐，中意了这个甄姑娘了。这个丫头真是又聪明又伶俐呀。那可不。甄儿，奴婢在。你跟皇上见过几次面了？三次。啊。你觉着咱们皇上的为人性情怎么样啊？大姐呀，您瞧人家站在一边一直没开枪，还不是一千个中意一万个愿意的吗？好是好，就是有点轻佻。走啊，你看我敢不敢跟太皇太后闹啊。怎么回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康妈妈，奴婢在，先把甄姑娘带进去。奴婢遵旨。小小事情大大波折，明天续集，太皇太后的慈宁宫里一定有精彩好戏，而且又将引起一连串的波澜，请您明天千万别忘了收看《再生缘》第26集《猛虎状元有位闺女》。